这次我多加点绿茶药水，再加一点，再加点性感药水，再来个心机药水。哼，这次召唤出来的一定不是我，点召唤公主，我去，召唤出来的居然是柔柔。我呸，柔柔怎么可能是绿茶心机婊，她可是我女神。不信，你更新一下游戏去试试啊。